子怡要去玩8天虎过山车了，耶！一会儿都得吐着你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不能说不行，这个可以啊。现在已经很跳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梦怡。我可以啊！我要喝酒，让我玩，好吓人！梦怡是这样的，梦怡是这样的。对，我是全程歪头。然后我还拍了拍梦子怡，你感受到了吗？我感受到了。拍了拍他，看着你。 就回家了，这个真的很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太迷糊了，受不了想哭。不，这个不看，这个咱看点表演吧，别在这玩去。我不玩这个，真的不吓人，吓人吗？一点儿都不。我答应。谁在跟我玩乐先分道啊？咱们玩乐先慢慢沉淀啊。他们胆子小，你可以的。太不能打。 太热了，那一会儿过我等你。他说的是，他说的是人，他那边有收音吗？他说让我一会儿住那等你。老板，加油！梦姐加油！ 地方就是它到那个空的，梦姐就倒了。对，然后感觉一慢了，梦姐就睁眼。还不是你一直让我睁，我才睁的，不然我都不想睁。很漂亮啊，看不见一点，眼前都是一片晕。